为公这一步棋该怎样做，心冒烦你，我真是天才，一旦想出惊奇之招，一半步未来我会用这招，就着上几步时间，一旦一直偷看小说无牛，真水犹如雄武豪横，怎样看拢看未清。不愧是我平日的意中人啊！我想到了，不是安尼行。不是好枪，又无通好，我阁想看卖哩。行一步好像太过冲动，但是无行一步，我到底该怎样办呢？哇！啊呵，咋办嘛都行，就这样办。哈，乌军直接吃红军，我赢了！我真正看不入去了。杀人不分，无酒不吐露，你不温不休不知足，实在时候实在能用，不知足不知足，救也不知足，再行干活，因为为动员敌平的武林带来专用的变数，就第一个，请继续多花我们的部队，披了新州第三波第二十八集，惊奇。我那比拜登生分析，那就记录。